琳琅满目美食招待贵宾。渥太华佛光山日前迎接当地警局到访，36名新进员警展开一日课程，透过寺院巡礼学习认识不同文化。主持永固法师带领僧信欢喜接待，勉励警员们要像菩萨一样有着慈悲服务的心，也祈愿佛陀加倍护佑这群人民保姆，一起守护社区治安，提升大众生活安宁。民间新闻加拿大渥太华综合报道。